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些网友观众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力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力台北公里297773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有安小同事您要来澄清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38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呐。好，啊，这个孙楠呢？这个影艺界艺人介出名，这个吴宗宪，那么过去涉嫌到这个掏空案，那么遭受到判一年十个月，那么获得缓刑三年的这个定刑。那么当然啊，伊有承认。所以法官才给判缓刑吼，伊若无承认的话，判了无可能该缓刑吼。来，咱来看这个内容啊，这是十六日的下晡2:35吼，那么这个长吼，而这个新闻啊。那么，对，今天17哈。那么，艺人吴宗宪遭受到受控告掏空上柜公司，联名行动科技一案
那么小乡都犯下正观交易法。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吴一年十个月，缓刑三年，条件是必须要支付公款300万元嘞。那么高等法院今日16日宣判，因为吴的无上诉，全案定刑，维持一审的这个判决。另外依照这个法律，吴的三年来，那是搁再涉嫌到这个刑案，那么被判有罪，那么将被撤销伊这个缓刑，入狱啊来服刑安尼啦。那么高等法院审理这个连名掏空一案，那么认定讲伊这个董事长柯宏阳吼，那么杨啊吼，涉嫌到啊甲董事郑车啊甲的孙阿娘朋友，包括吴宗宪等，拢总11个人啊，真侪遍掏空人民的这个资产2亿外，那么并操作人民这个股价，就是这个股票这个股价，那么违约。高挂3000多万元，那么一审宣判的时阵，有五个这个被告，啊，甲吴宗宪同款，好的缓刑3年，拢无上诉。那么高院今日针对提起上诉，也这个。柯宏阳等另外6个人做宣判，那么判出这个主嫌柯宏阳14年半的这个重罪，那么杨永吉4年10个月，前董事长刘这个老什么意啊？劳动意，还是看模糊了吼。这个王明祥等4个人分别被判1年7个月甲4年8个月不等的这个徒刑，依然会当上诉。那么一审宣判的时阵，吴宗宪曾经伫个。微博发表到这个声明啦，伊伫个讲哦，伊家己是无端遭受这个牵累的啦。那么相信讲法律会含义清白啦，但是如今高院维持一审伊这个判决，判这个吴宗宪1年10个月缓刑3年，全案定刑，因为哪讲伊无上诉，伊无上诉。所以这个高等法院按照一审的这个判决，予伊缓刑，但是爱交国库吼，这个300万块，是讲300万块在伊来讲是小事啦，在伊来讲小事，那要在阿宏来讲吼，真正都，迄个啥物啊，财产哦，都拍卖啊！你，就是安尼，有钱甲无钱的吼，就是安尼的差别啦。好啦，到这结束其他几位，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嘞。听阿宏唱首啊歌嘞，一只吼，来，我看，端正山。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，哈。
三点钟差啊，断情线，阴面破命你无笑啊，爱情可对情分难定，新郎是你，新娘不是我，讲袂伤心是无影，谁知你故意讲你听，心肝若相换，你才会发觉为情为爱我心破磨，怎样忍心做你去娶？半点钟差啊，断情线，一面破命你无笑啊，爱情可对情分难定，新郎是你，新娘不是我，讲袂伤心是无影，谁知你故意讲你听，心肝若相换，你才会发觉为情为爱我心破磨，怎样忍心做你去娶？讲袂伤心是无影，谁知你故意讲你听，心肝若相换，你才会发觉为情为爱我心破磨，怎样忍心做你去娶？